嗨，大家，我是小妹。天色也快黑了，我跟我老公两个来山里面干活，种的这个芝麻，要淋水了，不然的话都要干死了。本来我想叫他下午来的，但是他说太阳太大了，然后拉着我在家里面唱了一首歌，搞得我这个喉咙啊好不舒服。这块芝麻是我们早一点种的，它就长得高一点。这个是后面种的，如果再不淋水的话，你看都要干死了。这么大一块地，我不知道它要淋到什么时候去，因为我现在我也做不了，我想做它也不会给我做，所以我就只能帮它在这里做个伴。他说他一个人害怕。看没有，这个芝麻是我们先种的，都开花了，这么矮就开花了。这边是后面种的，这个的话就才出没多久，快点吧，啊，等一下天黑了吧？天黑了，明天早上也行的。明天早上做不完，明天再做哦。这个天气实在太干了，这个水池的水都到下面了，差不多搞不到了。哎呀，干嘛？你走那走去，直接踩着我的那个。踩着你什么？等你踩到这个芝麻。我可能踩着这芝麻。你回去煮饭了吗？在上面走什么走嘛？我要运动一下，运动运动，到时候。怎么了吗？好深，别吃了饭再陪你了嘛。我在做事都忙不清楚，你直接查了我的东西。喂，说实话，老外。啊，你别踩着了，走下面踩这里。哎，等你硬要在挡着我做事，留着你的，别杠到你。说啊。你准备生还是做剖腹产？什么生做剖腹产？就是直接生下来还是做剖腹产？你的意思说是顺产还是？哦，对对对，顺产。两样都很痛，我害怕。害怕也要生。这两天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顺产的时候，他说啊。他说他缝了五针，是吧？嗯。剖腹产要缝那么多针？顺产。顺产怎么要缝针？他说是撕裂了。哦。嗯。所以我被他吓到了，我就要出来运动一下。真的？我发现你不是说运动，你走到哪里你就跟着我。挡着我干活了，你有糖吃啊，我跟着你，真的是，我被他讲的真的很怕嘛，所以我就那你，我跟你说，你顺产或者剖腹产，不要剖嘛，都要生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剖了嘛，那剖更加痛，你自己选择啊，这个由不得你的，我反正不是我生。
是。我发现你这种男人不给我一点鼓励，反倒在那里说风凉话。我记得我有看到有那种，就是那种男人，就是有那种什么，就是体验那种分娩了，就是体验生小孩的那种。我要带你去体验一下。那怎么体验也轮不到男人生小孩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说实话。你不心痛吗？说实话，你会不会紧张？到时候，我现在都已经很紧张了，不要说到时。没事的，放松一点。哈，你不心痛吗？心痛也没办法。是啊，不用你生吗？肯定呢。没良心，我不陪你了，你自己在这里做。你回去做饭了吗？我趁着这个天气凉快点。把这里再拎一下，拎不完我就明天来了。